阿老母，凊彩、啊、看一个病一年开得几落万哦！啊，来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。欢迎收看《老三讲股》。咱即马讲的是耶稣的故事，要甲各位报告耶稣嘅时代无见报要安怎？足相当嘅啦，啊！所有影伫迄个时代，足侪人开足侪钱伫药费，莫讲迄个时代，我细汉嘅时阵。 真正足一人破病，毋敢看医生，无钱啊，拢无钱啊。所以为什么我罗贝，我会做一个系列叫做台湾诶题材。若过年看老三则无人着知影，以前老三安尼上山落海，行遍规台湾、北台湾、甲南台湾、甲东台湾啊，贵台湾四一年阿呢，咧讲基督教病宜诶故事？我来做这个系列。 因为我那个时代真正是完全无钱能看医生啦，都是上帝派作者宣教书，敢若天灾共款，飘洋过海，离开因迄个美丽土地来，甲咱即做庄华所在，来遮做医生无提钱，搁无大钱啊！啊，个体患者出医药费，哦、啊，甚至咱中华基督教医最出名，人个医生诶太太。 叫人按我哩挂外陪来保台湾囡仔脉哦，这种痛心啦，迄就是过去咱台湾医疗环境真歹，所以有足侪足侪有痛心嘅医生来给咱帮忙，来给咱处理啊啊看看。啊，你甲想看卖？啊，耶稣时代变怎？所以咱今日来讲，讲有只咧福音人,人啊，一百十二年啊啦。 即个胡仁病啊，爱去看妇产科啦，迄种时代变啦妇产科，啊，迄种时代拢草药啊，食食咧，膏膏咧，安尼尔嘛，足济病，咱即满是足简单诶病，膏早拢绝症。即、這个胡仁人病真久，啊，拢找医生，啊，开足济钱哦，拢医未好，不但医未好哦，啊，阁愈严重。 伊诶镜头是失火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老火啦吼，失火安尼老真济啦，啊，啊拢袂止啦，啊你一个人若定定咧老火，当然面色歹嘛，营养无够嘛，啊，较补都补袂起来嘛，吼，啊咱、啊啊啊啊、中医就知啊，身体你若伤歹吼，袂虾米补，愈补愈大坑啦，啊，所以即个苦人啦，伊足痛苦啦，拢找无法来治个病。 罗果一听讲有一名新医叫做耶稣，但是伊一个福人，一个福人吼、哦，伊排斥，伊排斥去甲耶稣讲，哎，耶、啊、稣你来搞异地吼，伊根本讲足无民主啦。伊当时嘅文化，你叫伊伫正人面掏钱吼，哎，出声耶稣讲叫叫叫，伊足排斥。所以你若看圣经，你去研究圣经。 基那個說，迄落讲亚啊可怜个，亚啊救救个，亚啊一天个拢查甫诶，拢查甫诶。你无看到半个查甫诶敢伫遐咧话声亚啊那讲哎哟，你这查甫呢，遮无水准，遮无气质安尼啦。哦，福建人伫这亚莎迄个年代，以前诶时代呢，拢比较比较无身份啦，迄落跟咱台湾早期足成足成诶啦。 但是即个父亲，人实际叫病，身心病，甲有够艰苦吼。伊唔知要安怎啦，伊阵想出一步呢？伊心内想讲，啊，即个借口吼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咱要去甲拜托吼，啊，咱若讲不出喙啦，哦，啊，无咱都吼趁人济顺吼，足济人嘛吼，逐个当晚咧烧起顺吼。啊，我倒来吼，偷偷啊甲望一下吼，我若甲望一下吼，诶，讲无着我诶病得好啊咧。 啊、所以，这个福音人哦，伊真正对耶稣就有信心，伊相信耶稣就是有上帝的能力，伊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派来世间救苦救难的人，伊相信啊，所以带着伊的信心，有一日足济人,很多人在的客啊，所以说咯，伊怎到老日啊，我那个人收客吼。啊 我觉伊依家心中一定跳足紧、啊，啊，足惊诶嘛！啊偷偷摸摸啊偷偷安尼，足多人咧欺压所，诶、欸、毋是讲拢无人帮，即个查埔向向安尼帮起嚟，安尼伤明显啦啦，啊！正经记载讲正人足多人哦、喔，拢当面欺压所，所以足多人有帮到压所、喔，重点伫遮，啊，真人拢有吸着压所，帮着压所，拢介做伙，啊拢无安怎。 但是耶稣忽然间讲、哦，什么哦？啊，甚么人甲你帮？哎，耶稣学生就讲，耶稣你是咧讲啥啦？老师，这侪人甚么人甲你帮？我啦，我甲你帮啦，伊甲你帮我啦，足侪人甲甲你帮我哪里来问这个问题咧？啊，这兴尽技衰哟。耶稣讲，我无感觉，因为拄啊有人甲我帮诶时阵。 我有感受到对我的身体有一个能力吼、哦、转出去啊，所以耶稣的身躯顶是有能力哦，即点真要紧。一个真正有上帝同在的人，伊的身就是有能力的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感觉有人在假帮是无赶款来帮，恁大家拢有假帮到我，啊，我拢无安怎。 但是有一个人伊解讲我时，我有感受到我身躯顶有一个灵力出去啊！是虾米人呢？啊！你古早那个父亲人足可以，耶、那、稣、個、一个门人惊到，sorry，就是我哦。即个父亲人怎讲？是我，是的啦。耶稣，潘西，潘西，潘西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即嘛变安怎？吼、哦，是爱背偌济吼足惊嘛啊！ 耶稣讲：“你先来甲他帮。這”即个妇人讲：“啊，我都有一个病，病真久哦。啊，开足侪钱揣医生拢医未好。啊，我有听人讲，我听足侪你的故事。我想来想去，你一定是上帝派来救苦救难的人。所以我想吼，我毋敢给你吵，我只有想讲吼，我只要给你忙一来。” 你既然是这有能力诶人，我古约圣经看真济，我是犹太人啊，我拢知影古约个圣经，迄哪有一名先知吼，真有能力吼，咱家伊蒙一个吼，伊诶能力就会啉到我啦。所以哦，我想讲，啊无我拢唔甲你乱，我都安尼偷偷甲你，安尼蒙一个，就会好安尼啊，真正诶耶稣，你敢知我拄好，甲你蒙一个了吼，我真正好啊。哼，耶稣讲，你也是你好啊，伊讲我有感觉。 甚物感觉呢？伊讲哦，我感觉吼，以前吼，我咧老岁吼，我家己身体我知啊，迄种规个身体虚吼，迄种湿血迄种诶状况吼，我感觉我水水，敢若阮兜位水到水吼，关袂起来，汝知啊？我等到你只水龙头歹去啊，迄、那个存水诶歹去啊，汝存存存存存，螺丝甲放起啊，你存来存去存袂完啊，冷冷啦。 我会感觉讲咧存来存去哦，迄水嘛是一滴流一滴流一滴流。我即个病，我就是一种感觉。已经流十二年啊，我咧唔知咧。我家己嘅身体，我上清楚啊。所以我家己嘅体会讲，好，参详我这個身体，拢一直咧流，迄种感觉啊。但是我拄啊，家己摸个村，一种感觉，哦，什么感觉？迄、那个水倒水，嗯，见唔起来。 我开你帮我时，我形容感觉一个能力临到我时，我马上身体有感觉讲啊，智慧啊，智慧啊，迄、啊、水都水存起来啊，我马上有一个即种感觉啊啊，歹、啊、势啦，耶稣我,我要怎么我安怎咧吼？耶稣讲，哦，你真正足有信心。耶稣讲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我也毋捌看过像你即种诶。 人别人是拢叫我甲拜拜托，我，要甲祈祷，啊，我要甲做啥物动作安尼？你真正难保啊，你头一名，竟然你遮有信心啦，你遮哩有信心，敢若甲我帮你，就当对到一滴，因为你的信心，莫怪我的身体迄、那个能力会全走出去，因为你的信心救你的命。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讲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吼。哦 我只是问一你，我好奇怪毋捌拄着即個代志咧，哦，你就有信心，赞，跟你安尼叫赞，哦，平病安,安安去啦，哦，我替你欢喜，病好就好，真好真好，人工歸上帝，哈，耶稣讲，平平安安去，你嘅信心救到你，呢段是伫圣经内底足特殊诶一个记录，因為一般是咱嚟，互耶稣用一個仪式动作。 但是即个福音人伊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，伊就尼讲，上帝是异地的主，我只要安尼甲伊望，我都得到异地。结果伊的信心得到上帝的一个回应，啊，所以伊一切的望亚缩顺亚缩能力临到伊，伊就得异地。你莫讲这无可能。若未当耶稣上天了后，耶稣先受上帝灵。 圣灵、圣神降在耶稣学生的身躯顶，所有这记载记载伫圣经一卷，叫做端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内底记载，讲迄阵被圣神充满诶学生，真有能力，非常有能力。甲上面程度你知无惊路鬼吼，迄病人伫害嘞病吼，上帝灵伫诶大能力。 当即个输导，伊经过一个病人诶边仔哦，啊拢无记到，病人啊拢无甲帮哦，人帮也无加帮即这个较厉害哦。干若即个输诶影，影安尼扫过，敢若 X 光安尼呐扫过，病人就好啊。所上上帝灵诶能力是大甲这种程度你知无？哦，甚至有输导哦，伊诶衫，人摕伊诶衫。 病人看出病人的病就转好啊！所以咱要知影，上帝能力啦，临教的时阵，那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，非常非常的勇敢所以今天用这个故事，让大家知影，上帝是真嘞。你若有啥物困难，你也对上帝来祈祷。好、哦，今天继续收看耶稣的故事。多謝,谢。